啊，我负责。怎么样？把针孔干了没？过来，帮俺找点啊。哎，搞定了。那个装箱来，来一号。那老板刚过来啊。这样子裹起来，就是方便这样子剪开，剪开，剪开了这样，这样子的话就好做。
是那个这个叫公票吧，就是做的每一道工序要剪下来。领子上领的，要穿多久啊？穿一扎半个钟。这个孔有的大，有的很小呢。这个很小啊，有的穿都穿不进去。是啊，有的又大大的，有的又可以刚穿得进的。你看这是要这样来转转好，你看转多久才转得进去？每个都要转。这里啊。一扎100件100条嘛。我娘也不方便，人长得这样，被人揍死。看到老板都要，这个月，2000块钱呢，2000块钱了。加班加到11点钟了，有时候赶路的加到两点了，一点了，十一点了。
这衣服像还比那个宝贝还宝贝。今天没有搞多少，今天都是拆包的多。今天晚没有多少，百多两百块吧。到哪去的时候啊？搞什么啊，走啊走啊那边